口袋在这里，其实它就直接有一个斜切角，然后小蓬蓬下来，那它长度很得体哦，因为这是上班可以穿的长度，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透与不透的问题。这个粉色我自己是蛮推荐，就粉粉嫩嫩，很淡很淡很淡，然后也不显腿黑。我觉得它布料是需要挺挺的吊起来的，不然就要稍微喷一下那个小蒸汽让它抚平一下，它弹性是不会跑掉也不会松松的那种。然后前面是有做一点小抓着比较挺，然后版型的话是有点微 A 字，宽宽松松的感觉，侧面是这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件蛮修饰你的臀跟大腿的部分，就是如果你是梨形身材女生的话，这件短裤我很推荐，黑色也蛮好看的，而且非常的实穿百搭。你想要上班啊，想要休闲啊，想要率性啊，黑色全部都可以一手包办哦。然后中间的松紧带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的纽扣，所以很经典。蓝色的话呢，它是住比较浅蓝色，然后带一点点灰调的蓝色，长度的话也很适中，就是有点 A 字宽宽松松的版型，然后不会做的太短，高个子小个子女生都很好驾驭的一件短裤。